ラララルレロ風のように古い川のバドルバドル。各位小三姐妹大家早上好，中午好，晚上好，我是 Melissa 宝贝。今天我们玩 Friday Night Funkin 圣诞节盲骑魔族耶、yeah， 大家都知道圣诞节快到了吗？我们今天就来玩这个应景的魔族，感觉就非常呛，非常嗨，非常好玩，对不对？来吧。嘿嘿嘿，这个主画面长得挺嗨的、啊。哎，我声音变回来了，刚刚声音一瞬间转不回来了。来吧。哇，真正的老鼠。最高的难度应该是这个吧？来吧。这个魔族啊，三首歌哈、哦，让我们来听听看他有多嗨。哎呦，一开始就很嗨。奇怪，这个 boyfriend 怎么那么音痴？他怎么只会唱一个音？什么脸这个老鼠怎么一直好像有什么图片在闪动？我不太确定是什么图哎、欸，你们看得出来吗？仿佛听到两个音痴在尬歌啊！啊啊！谁把灯关了？那个盲棋唱一唱，还变回真的老鼠，超好笑的。然后他们又唱得超烂，第一次玩到唱这么烂的，还不是把贝，然后唱得这么烂，大概也只有这个了。好哦，完全不知道在唱什么，听不出节奏啊。然后下面的血条的那个图案，那个老鼠是怎样啊？来吧，哦，气氛又来了，又把灯关了。后面还真的有帕多鲁，帕多鲁，有看到吗，修女？阿萨利斯雷哟，阿塞诺哟尼。哎呦！我在玩什么？我是谁？我在哪？啊！哦，考验手速啊！啊 ，girlfriend 你在干嘛？哇，三重唱！哎，那个不能按了。好，我回来玩第三首歌哈。这第三首歌是怎样？哦，第三首歌什么都没有，就直接成就人了。什么都不用按。好的，我想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到这边，祝各位圣诞节快乐。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记得帮影片点个赞。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，也记得点下你的订阅以及小铃铛。我是 Melissa， 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